家好，这是我老公，他是宇宙最默契、偶像包袱最重的大帅哥江超。这位是我老婆，是史上最会找事儿、最善良的麦迪娜。爸爸太可爱了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说宝宝，我分不清了，你说吧。这片鱼塘让你承包。妈呀，你分分钟又是那偶像剧了。我来陪你。完美的人，我想想要带什么东西才能过去。把我带过去，把我带过去。宝宝，你的双下巴有点丰满。没有啊，感觉这个脸都有80多斤。那你知道平时过苦不像你演员这哦我呢霹雳小炮，霹雳小炮。我想问你，你愿意？你愿意？我愿意，老公，我愿意，老公。谢老公。你转眼我们都有小孩子，时间真快。你觉得是不是自己老了？啊，有什么感觉？没事，宝宝，老了我们也一起老。嗯，宝宝。辛苦了。